它平整到365块，巴厘岛，好吃。你怎么不中乡大爷呢？你还记得吗？8月31号、9月1号，报纸报章美丽全部都是不好，都是。我说散户的宿命就是这样啊，每次看到利空就吓得屁股尿流啊，他每次看到利多就追得很高兴啊，他每次都是买多少都是追高杀低，明明不知道这件距离点就不敢买。我们要先买电子股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电子股财报利空要出现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有人哈、哦。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说来？对，我说你科技对的人啊，9:03，我说你妈的给我低阶，你把马来西亚奖金卖低阶。重点是十一长假，观众朋友，十一长假你看你在哪里？在这里哦。